所有世界的彰化都是生命的起源啊，所以在喊这种生命的起源的时候，我想对生命的延续会有所帮助。今天不用我捣乱，你这名称好惨啊！都是生命的起源，你们说要帮他，我都不觉得这叫帮他。我觉得不管说你任何的信仰，你念你的佛经，你可以把心情沉静下来。难怪八十趴。对，然后今天有碍于吴秉承的上市啊，80%，所以特地为什么今天会发这两位来？因为他们属于另类的意见领袖。我们两个讲完之后，他们讲完他们的意见，嗯，然后人家明天来选谁比较有道理，多两个来影响他就对了。对，以前两个来影响，现在变四个来影响，这叫帮他。我们是在帮他，因为他们是开玩笑，主播你们真的要帮我，要让他今天全对是最好。就尽可能，你们如果讲错，观众会笑哦。不要这样。第一题，在医院做手术时都会打麻醉药来减轻疼痛，但根据研究，在感到疼痛时做什么事情可以缓解疼痛感？嗯 ，A， 念佛经 ；B， 骂脏话。嗯，剪刀石头布。就像你去鬼屋，你会要叫嘛？叫你会疏解那个恐惧压力嘛？一定的，所以一定是怎么样都会是 B。你知道？我们都，一样吓死了，这怎么可能？答案绝对没那么简单。哦，对哦。因为他们每次都会这样，因为念佛经不是只有不是，他其实是要去思考，往那个地方向去，他慢慢就会转移注意力，然后慢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他就会得到一种疏解，对不对？不要唱起来，拜托。我发现他们两个比较适合主持争论，你就知道我为什么会80%了。来，两位，你们的看法是什么？艾迪是在你做出最后选择之前，你现在这个当下，你的看法是什么？我觉得不是念佛经，应该是说念的是类似心经类的。对，你要有一个转移注意力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我空即是色，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要一直念下去才会有那种感觉。有小问这个政治人物是谁？韩国瑜。好了，没事。等一下，你忙完了没？我 calm down 了。对，可以。真哎 ，Thank you。彰化我们都误解他，他不是 dirty 呢，他是 swear word。什么叫 swear word？ 被抓的对吧？这个美语翻译真的是 swear word， dirty word 是其他的意思，是成语比较常用。好了，没有了。其实所有世界的彰化都是生命的起源啊，所以在喊这种生命的起源的时候，我想对生命的延续会有所帮助。今天不用我捣乱，你这名称好惨啊！都是生命的起源。你们说要帮他，我都不觉得这叫帮他。不是你，等一下两个都是一个讲 A 一个讲 B 这样子。我是认真的，相信我。你要减轻疼痛感，你一直疼痛，你一直骂脏话，这也是不对的。你反而会变更脾气更暴躁。我觉得不管说你任何的信仰，你念你的佛经，你可以把心情沉静下来。难怪80%。对，然后。讲我起鸡皮疙瘩，哇！吃斋念佛了，现在整个混乱，哪来的吃斋念佛？是念佛而已，念佛念佛念佛。请选择，来你过去，你去，我来这里。卓文萱呢？我要在这里骂脏话。对，但是 B 啊，前队才有拼命呢，要不然现在。他们现在都40，他们这样还可以错。两个躺赢了。你是88，他们还可以错两题。你是100%，我他们就躺着做了。哎，现在搞四个来乱，不要急，会只有100而已，不要急。加油。